昨天，王子文在微博分享了一张粉丝给自己的手写信，并配文：刚刚在录听解说的现场收到一封信，谢谢这位 CC 朋友，但是为什么叫我小丸？信中的粉丝深情表白王子文，表示他是自己生命中的一束光。看到此发文，粉丝纷纷回应道：因为你是丸子文宝贝呀，因为你像樱桃小丸子一样可爱，王子文等于丸子文横批，妈妈爱你。其实我跟他说我喜欢你。他当时反应跟你们一模一样，他回复了我一个寂寞，他什么都没说，这给我急的。你哪怕说我是个好人呢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？不过好在第二天就有人来给我传话了，